要一个火辣酱的炸鸡。那你要成串成盒的？哦，我要成串的。再要一个蜂蜜芥末口味的。一份九块九四个，要不然一份。啊，那要一份吧。这个分口味吗？这个不分。啊，好。你好，这糖葫芦怎么卖的？16块钱可以选五串，对吗？那我要一个这个草莓的。这个是白糯米吗？对，那要一个。再拿一个提子吧。嗯。你好，我要一个肥肠小皮。好的，要不要辣椒？放一点。肥肠是要现烤一下吗？对。你好，这些都是自助自选的吗？对，你喜欢什么口味放的菜啊，美女？这是什么呀？那是辣椒。那加一点这个。辣不辣？不辣。那豆皮也加点。好。你喜欢什么行吗？我等着下。行，来点吧。来不及。行，也来点吧。这个是面，你那个面面。要的。对呀、啊。那要的。也加点儿。哦，加不着了。好吃啊，原来是好吃。还没吃过。这一个多少钱呀？10块钱。你好，要2杯葡萄冰脆美式。炸鸡年糕串儿。葡萄在嘴里爆汁，这个草莓好酸啊。这个甜甜的好吃，可是肥肠口味的烤苕皮，今天烤苕皮最佳。